咁啲網民話你係 TVB 做醫生最多嘅一次啊？我又唔知喎，因為其實我印象中，即係如果你話以前訓練班嗰啲甲乙丙就唔好講啦。如果我印象中，我深刻啲嘅我都係三個啫，三四個啦。即係譬如張一健啦，呢、這個唐明啦，跟住仲有天人合醫嗰個山區醫生啦，跟住有心理追兇嗰個心理醫生啦。我印象中都係呢。我深刻的印象是这四个啦，咁样可能啲网民剪埋有好多我以前训练班跑龙套嘅时候一啲医生甲乙丙啦，咁就可能感觉就好多啦。即系如果其实你问我，我印象中都系呢四次啫。可能你觉得你即系演戏咁多年啦，你觉得你扮咩角色系最似？扮咩角色最似啊？其实我成日觉得我扮基层系最似嘅。我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自己平時嘅生活都係比較簡單啲啦。即可能去茶餐廳食嘢啊，平時嘅活動我都係通常都係踢下波咁樣。所以我成日覺得我做翻基層嗰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反而可能我自己本身又唔係有錢佬啦，咁你叫我扮有錢佬，可能真係要扮咯。但係基層我本身係基層啊嘛，咁我就唔使點樣去扮啦。我平時都係咁樣。